好，再来要看到台南小吃是相当的有名，在安平呢就有三颗虾仁肉圆，只要35元的铜板价，甚至呢还有小摊贩可以客制化。艺人欧阳靖最近定居在台南，就分享说正在犹豫说要点什么的时候，老板就说可以客制化，因此哦学起旁边的熟客，把鱼丸、鱼皮、油条还有蛋，通通加进了碗里头，满满一整碗，用料非常澎湃。热汤里打颗蛋，加青菜，煮滚后倒进碗里。这个有点像是综合哈，料多丰富，还有鱼丸、鱼皮搭配吸饱高汤精华的油条，一碗汤超澎湃。老客人才知道的哈，菜单上找不到，因为这碗汤客制化。旁边有个大哥，他的吃的看起来很好吃，我就说那给我一样的。哎，结果真的很好吃。对呀、啊，你可以鱼皮加鱼丸啊，什么你可以自己客制。摊子前客人正是艺人欧阳靖，定居台南，经常分享在地美食。日前进市场吃早餐，上演选择障碍，看见隔壁桌熟客，又听到是客制，立刻跟着点，配上肉燥饭、卤蛋、豆腐，才125元，惊呼台南早餐就是狂。当成客人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他如果不敢吃的，我们就是不要加那一样。我们台南人的特色就是观察。隐藏版曝光，粉丝跟着朝圣。另外这肉圆也是铜板价，同样在市场，在地人才知的美味，民众笑说到台南怎么吃，跟着内行人准没错，还有浓浓人情味。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。